各位同学，而家个好消息话俾你知，地下铁路为你哋增设咗小童及学童车票，无论去边度，最贵都系900元咋。每个地下铁路嘅车站都有特别嘅售票机，所有12岁以下小朋友同埋持有有效学生证嘅同学都有咁嘅优待噶。小童及学童车票仲几时都用得添？我仲系读紧书就好啦。有机会使用小童及学童车票，记得认住啲售票机啊！